盘点十大最美武则天排名啊，记得点赞收藏关注三连。第十名，刘嘉玲。刘嘉玲在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饰演武则天，她饰演的武则天一度被称为史上最丑武则天，其实是现代人对她造型的误解。她最引人争议的就是短而粗的眉毛，然而这恰恰是古今审美的差异。刘嘉玲在剧中的眉形被称为桂叶眉，在唐朝初期十分流行，是唐朝美女的时尚标配。唐朝诗人张籍的《清鬓丛书阔扫眉》和李贺的《新贵如蛾眉》都是对桂叶眉的赞美。刘嘉玲也凭借这一角色获得金像奖影后，当然作为现代审美来讲，这个眉形确实十分奇特，一般人驾驭不来，因此将它排在最后。当年太子年幼，我以太后身份代理政事，有何不妥？偏偏你要反。如今我执政八年，朝政清明，民生富庶，连太子都上书求我登基，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嗯，没有。你们就是见不得女人掌权。第九名，李湘。李湘在《太平公主秘史》中饰演李则天，作为曾经的湖南卫视一姐，李湘主持人形象深入人心，但说到演技却让人捏一把汗。在《太平公主秘史》中，李湘扮演中年时期的武则天，这时的武则天早已没有少女的稚气，是已经大权在握的霸气侧漏。李湘的表现让人大吃一惊，虽然没有十分霸气，却将武则天的威严展现出来。然而单论颜值而言，比起其他扮演者还是要稍逊一筹的，所以将他排在第九。朕要感谢上天，因为苍天在茫茫人海中只眷顾朕一个女人，所以朕要对得起朕的臣民，天下是朕的天下，臣民是朕的臣民。第八名，张庭。张庭在《唐宫美人天下》中饰演武则天，她饰演的武则天被认为是最离谱武则天，和历史上的武则天没有丝毫关系，只是套用了武则天的人设背景。剧情涉及人鬼妖，讲述了武则天设下圈套谋害王皇后的故事。武则天在剧中是最大反派，虽然剧情累人，但张庭还是凭借超高的颜值撑起了一部剧。第七名，林心如。林心如在《少年神探狄仁杰》中饰演武则天，对于林心如，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像紫薇那样温婉动人，觉得她不适合扮演武则天这样霸气侧漏的女政治家角色，事实也是如此。林心如版武媚娘更多的是展现体贴入微、温柔似水，缺少女皇的霸气。整部剧中专注和李治谈恋爱，但其颜值一点不低，定妆照刚出来时惊艳无数人，被认为是最不像武则天的武则天。第六名，樱桃。樱桃在《武则天秘史》中饰演青年时期的武则天，她扮演的武则天媚而不俗，明艳动人，在剧中大玩心机谋略，步步为营，从14岁入宫到祸乱后宫与李治产生感情，再到不动声色把持皇权，樱桃将武则天从少女时期的天真单纯到经历背叛的心机深重演绎得淋漓尽致，是众多武则天版本中比较贴合历史形象的一版，颜值也是没得说。唯一遗憾一点是樱桃一笑会有小酒窝，甜美十足却有损霸气。胆敢在天子面前流血，此乃大不敬，杀了这个老贼！放肆！朝堂之上何来女人干政？来人呢，把褚遂良拖下去。皇上不可立武士为后啊，不可啊皇上。第五名，贾静雯。贾静雯在《至尊火焰》中饰演的武则天曾经风靡一时，深受90后喜爱，却被评为最玛丽苏版本的武则天。剧中关于宫斗、政治斗争几乎没有描写，全剧都是讲的武媚娘和李君羡的爱情故事。武媚娘更是傻白甜到被人屡次陷害，却一无所知。尽管剧情离谱，但贾静雯版武媚娘颜值超高，剧中造型甜美动人，是最受观众喜欢的一版。第四名，范冰冰。范冰冰在《武媚娘传奇》中饰演武则天，这版武则天也是被吐槽较多的一版。武则天从一个极富远见、十分具有政治才能、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成了一个只会谈情说爱与后宫女人斗来斗去的普通女子，让人大失所望。但范冰冰颜值方面没得说，就一个字，美。剧中武媚娘造型颇多，且一个比一个好看，这也是该剧一大看点。范冰冰版也成公认的高颜值武则天。第三名，惠英红。惠英红在《隋唐英雄谱》中饰演武则天，她饰演的武则天霸气侧漏，威严十足，是气场最强大的武则天。实力派演员惠英红将武则天的贵气和威严融为一体，虽然在剧中不是主角，且已经人过中年，但惠英红将武则天诠释得十分惊艳。她不是最美的，却是最有感觉的，比之年轻演员更有韵味，暂将她排在第三。第二名，刘晓庆。刘晓庆曾一度被誉为武则天专业户，她在《武则天》《日月凌空》和《武则天秘史》三部剧中都饰演过武则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95年的《武则天》。当时已经40岁的刘晓庆，将武则天从十几岁的少女时期一直演绎到82岁的老年，却毫无违和感。尤其是刚出场时，丝毫没有装嫩的迹象，足见其演技不凡。刘晓庆版武则天是知名度最高的一版，也是公认的最经典的一版，十分尊重历史。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提起武则天扮演者，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刘晓庆，可见其深入人心。整日忙于政务，倒忘了自己是个女人了。一二成开，幕后需要的不是安神汤，倒是应该滋养五阴。太平想要为娘怎么补呢？儿臣为母后寻了一副好药，已经让人试过了，灵验得很。第一名，潘迎紫。潘迎紫在《一代女皇武则天》中饰演武则天和太平公主两个角色，但更突出且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武则天。她饰演的武则天既美颜又凶悍，十分贴合真实历史。她把青年时期的武则天演得天真烂漫、机灵可爱，当上皇帝以后威态十足，不威而懦，形象转变十分鲜明。尤其是登基以后的武则天，威力十足，霸气扑面而来，曾一度在全国掀起女皇热。潘迎紫也因武则天这一角色大红大紫，她是网友心中最美武则天。大家认为这种排名合理吗？欢迎在留言区进行评论。